同学会后尿急 ，OL 差点没命。可以，你很棒，还好，来，又又又，你很棒，你很棒。站一下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。大家不断鼓舞，落水的37岁女子却越来越虚弱。靠腋下，腋下，腋下，不要屁股，不要屁股。她泡在只有10度的水里，因失温昏厥了。鼻子朝上，但昏了。鼻子朝上，昏了。不要走了，不要走了。前天，这名女子去参加同学会后，和两名男同学到苗栗高铁特定区看夜景。后来，女子尿急，跑到溪畔的草丛上厕所。想说女生不好意思在路边，那就下去，下去滑下去。两名男同学车上刚好有水管，赶紧抛到6公尺下的溪中，但花了半小时还是无法将女子拉上来。男同学赶紧报警救人，把自己包住。但此时女子力气用尽，水管脱落，整个人飘走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消防人员奋不顾身跳下水将她拉住。好了吗？好，好，慢慢说，慢慢说一点，慢慢说一点。好，再说，慢慢说，再说。警消将她救出送医，幸好失温已改善，只有擦伤而已。重新闻恐怖的夜景新闻记报道。戴森温馨提示：今日天气转凉，戴森 J Focus 喷射控流技术快速均匀温暖全房。